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小鱼。我今天怀孕35周多了吧？我不知道别的孕妈有没有一个问题啊？我大概从7个月开始吧，然后就耻骨疼，起床啊，然后翻身呀，很痛苦。起床也是的，起床如果没有人扶我，我一个人要弄半天才能起来。我现在觉得我坐着跟站着都比躺着舒服。我只要躺到床上去了，你左侧躺久了的话，那个手臂啊、腿啊都会很酸，我就又得转到右边来。转到右边，我转身的时候，那个腿那里面那个骨头疼得不行了，简直是。然后现在孕晚期了嘛，上厕所也比较频繁，晚上总是得起来2-3次，起来上厕所对我来说就特别的痛苦。有时候站起来半天还动不了，要在那里原地站半天，脚才能挪得动。我产检的时候问了医生呢，我说耻骨很疼，他说这个也是正常的，怀孕的一个正常的现象，有的人会疼，有的人不会。在网上看到别人说有一些什么缓解耻骨疼的方法，就是睡的时候侧着睡嘛，左侧睡，然后两个腿中间夹一个枕头啊什么的。我也试过了，反正会好一点吧，比直接这样睡会舒服一点点，但是翻身跟起床还是很痛苦。其他的孕妈如果有什么好的办法，也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，我也可以试一下。现在睡觉真的太痛苦了，也没办法，就坚持坚持吧，熬一个月，等宝宝平安出生就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